他过敏就是早上起来会一直打喷嚏，我就发现用了这台以后，打喷嚏的次数就会变少了。欸，是我的朋友介绍的，然后他跟我讲说这台很好用，是后来听他讲一讲，蛮心动的，就买回来用。他说就是空气的问题，因为我子女他慢一点会来跟我住，因为他要过敏。第二点就是驱蚊，真的很有感，空气比较好，然后吃饱了不会嗜睡，还有二氧化碳的功能。我有时候大门开，蚊子会跑进来，现在都没有，真的都连一只都没有。他只要一早上起来就一直打喷嚏，然后现在就不会了。其实买这一台也是蛮心动，想说有苍蝇过驱蚊，好，那我买来试试看。蚊子也变少了。欸，有时候我在客厅会有闷闷的感觉，还有想睡觉，然后我就会上来看这一台，这台它就会显示它的 CO2， 然后我就知道说我要去开窗户，然后让它对流一下。我们家的空气怎么样？有四种颜色可以分辨，红色是最差的，绿色是品质最好的，然后只要我看到绿色，在家里就让我觉得很安心。然后它后面有一个伸手，这个很灵敏，它就会把灯号的显示出来。不会啊，它这台很轻啊，很方便。它有三重高效力网，只要洗这一片网子就好。然后它可以去除家里的五种有害气体，比如说我刚装潢好的那些杂七杂八的味道，都会帮我去除掉。我觉得这一台真的很方便，然后又让我们生活品质改善了。我子女的过敏也改善了很多，然后摆在这边也漂亮，又实惠又好用。如果真的要买的话，我推荐到486团购，它的品质跟服务都很好。486系列 YouTube 频道正式上线咯，听特别来宾的精彩人生故事，486会客室带你吃遍全台湾的美食，吃遍全台湾，请听民众最真实的想法，486街头全民调，超闹超欢乐，你绝对不能错过的超有张力。一个台南女孩北漂打拼的故事，立贺挖喜陈立明，充满新奇热门好物开箱的486系列之好物开箱秀，在486看见有故事的人 About Us。立即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486团购，天天都有新故事，带你跨越不同世界。